会让猫猫进屋吧？应该可能不会吧。应该可能不会吧？肯定不会。不知道，没有带猫猫去吃过饭。我担心雪糕在半途想拉屎。带雪糕回来拉屎吗？它其实并没有。昨天七夕我有惊喜呢。你有什么惊喜啊？你有什么惊喜啊？错过了吃饭局。现在不吃饭，没有那么快乐。吃饭多快乐，对吧？吃饭是快乐。对，吃饭多快乐。但是我不能带着去快乐，我快乐，他不快乐。但是我发现了一个人吃饭就不快乐了。对。一个人吃饭怎么快乐呢？一个人吃饭真的很不快乐。灵体动物，一个人出去吃饭就会很寂寞。对，就会觉得怀疑世界。所以，饭吃的也不开心吗？还好，但是在另一个房间还是快乐。对了，在另一个房间，来看我们高高。对，我开直播了。哎，你刚刚不是开了直播吗？高高，高高像个猪。高高，你能不能把眼睛睁大点？睁大点。睁大点。不行，他现在就很舒服。高高，你睁大你的眼睛，不然你就是今天家族最丑的猫猫了。不可能，豆豆更丑。谁说的？豆豆眼睛大。豆豆眼睛大是因为他在玩耍的时候他的眼睛大。那高高眼睛也大一点，来，高高睁开。哎呦，张姨。没有抓到你。没有照片，我给你留下吧。好，不过我的手机现在前置摄像头感觉已经摔坏了。哎，高高眼睛睁开了，高高，哦，高高躺下，哦，高高去哪？你别在这儿蹂躏它。高高眼睛睁开了，你看，它醒了。你们看高高大小眼。哼，你懂什么？帅哥都这样。高高什么帅哥都大小眼吗？对。那我也是大小眼。你是咪咪。哎，我的直播支架。高高好娘啊！高高不开心，嗯，是吧？你的大爪子，你干嘛？嗯。我又没有要亲你，你也没必要这样吧？嗯。他害怕你猥亵他。什么东西？想不到，算了，结束吧。嗯？他生气了。啊！生气了，高高，不抱你了。怎么现在长大了不喜欢让人抱了？他一直都不喜欢让人抱。小时候还行吧。小时候你要看他在睡觉的时候才能抱。现在已经长大啦，是个大男孩啦。你们看高高的背，不知道玩玩多大，好久没有见他。你们看高高好大一只了，高高。一个回眸。看不到，你们怎么看？你们看不到，因为我没有开直播。我没有。他尾巴毛茸茸的。高高高高高高，雪糕，雪糕知道自己叫雪糕吗？明天石佩我去高野。去和高演戏，为什么要找个人陪呀、啊？你就一个人带他去就好了。雪糕，雪糕，雪糕不知道自己叫雪糕，好知道。他知道。他不知道，我叫雪糕，他理都不理我。那是因为他不理你。那你叫雪糕，你看他理不理你？高高，高高，你看他也完全不理你。高高，他耳朵都不带动一下的。他有动了，他就是不想理人而已。他只是不想理我们而已。高高今天刚洗了澡，香喷喷。不是。对，他听不懂。好吧，我找个人，找个人陪我去把他做一个戏。但其实我觉得今天也不知道自己叫今天。屋子好乱，说实话，有些东西不是我的。扑通也不知道自己叫扑通，只有冒泡知道自己叫冒泡。这些东西不是我的，你们要相信。很卡吗？你们看到的一角，这是这个房间最乱的一角。这是
谢谢白天宇啊。那得再给他们看看其他的一角呢。那不了，因为没有什么特别整洁的一角。对啊，因为冒泡它品种不一样，所以冒泡知道自己叫冒泡。冒泡品种贵，冒泡多贵了，冒泡可以买两个雪糕，好吧。背景漂亮，那个背景。你说的玫瑰花是吗？因为我今天去面试了。我今天去面试了一个什么贸易公司，以后要去做经理了。做经理？对。什么经理？就是什么财务经理。真的吗？对。你可以管财务吗？为什么不可以？所以打了领带，穿了衬衫，对吧？这单人的本来是昨天想发的，但是昨天就是如果发那个天台就不想发，对啊，就玫瑰花了嘛，就撞了，不然的话就。泰国制服、嗯、但是刚刚有人说我穿很正式啊，就是这个房产，就是房产什么来着，今天都不是七夕哦，房产，对，房产中介都是这么穿的。其实我本来就没有扣扣子，就没有那么正式，但是还扣上了。我很容易囤着就忘记它了，但重点是，其实是因为有时候就没有拍照，我现在拍照习惯很差，很不爱拍照。有中介热了呀，现在夏天中介就不穿西装了，好吧，中介就穿个衬衫，打个领带。每天都可以去七夕节，每天都可以去七夕节。今天又买了一瓶味全。那个葡萄味的叫什么来着，情侣来说，谢谢你的玫瑰芳。每天也可以是光棍节，说好不会有人过光棍节的，但是会有人过七夕节。有光棍节，很多人过的。光棍节怎么过啊？就双十一啊，买很多东西啊。那不叫光棍节，那只是双十一，那是过淘宝节，对吧？我觉得也要过，也值得庆祝，为了我们的单身贵族。好。一对光棍一起吃饭就叫过节吗？那只能叫聚餐。好残忍。对吧？好残忍。怎么说呢？感觉很残忍。对啊，双十一是烛光晚餐，一群单身人士一起吃，只能叫聚餐。对。手里的饭突然不是很香了。对啊。小光棍节是什么？现在已经没有人过光棍节了，现在大家都过双十一，好吧？其实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过双十一了。我也是。因为我的好多东西都已经用完了，想要双十一买。我发现了，对比了一下价格，双十一是真的很便宜。一个人的聚餐也太惨了，那不就是百姓日今天吗？但是，确实，一个人是可以，我觉得就是非必要。就是没必要。小黄车，这是为什么？卖什么东西？如果你不是特别特别想吃，又找不到人陪你的话，就没必要说一个人出去吃饭，因为一个人出去吃饭就太寂寞了。哎呀，没办法，要不是今天有高高，我可以陪你去吃的。但是就怪高高。就怪高高。还有三个月就可以过购物季了，从现在就开始攒钱。攒到双十一买东西。新梦衣橱里面有些什么衣服？对，而且不划算，因为吃不掉。新梦衣橱太贵了，虽然我是八的员工，但是不得不说一句，新梦衣橱太贵了，因为你一个人吃不掉那么多。新梦衣橱是什么东西啊？里面是 JK 制服啊？你在说什么？你是在认真的吗，这位朋友？惩罚高高做手术，这惩罚未免有点大了。拿人生的幸福，拿猫生的幸福去做一个赌注。豆豆也应该做手术，是
是挺好看的，但是真的很贵。自助餐一个人也不想出去啊，因为你大家一起出去叫什么来着的，大家一起出去食欲才好。我发现了，还是四个人出去吃饭最开心，三个人或者四个人。Hello， 晚上好。因为这样子就很有食欲。周周请客，周周和叉叉一起请客的。超级烦，因为下雨。两个人也吃不了多少。四个人。本来我今天洗了个头，美美的出去。三个人，四个人。然后给我淋了个落汤鸡，就回来了。没有啊，也有很多人没去，就大概半个队吧。因为大家总选完都很累，好吧。听高高的呼噜声，听他幸福的声音。子高，高高不爱你。嗯，哎呀，高高，怎么了？还是爱我是吧？刚拉过去让我看你屁股有没有沾到屎。没有吧，但是尿尿了吧。有这么大味儿吗？有。你去闻一下。我为什么要？没有人，他是好无语啊！怎么踹着人家屁股闻了一下他？你去闻一下。你为什么要闻他呀？他正好在我身上，我就想闻一闻他的屁股，因为他刚刚我听到他在扒猫砂，好吧？他屎有没有？他是不是沾屁股了？没有。他为什么会这么臭啊？你拉完屎屁股也臭的。你在说什么？没有吧，什么东西啊？那也是刚刚屁股臭啊。那你去闻一下嘛。我没有这癖好，为什么闻到的屁股？我震撼，你居然把它尾巴撩起来闻。我就想，因为我抱它，我想看看它这屁股上有没有沾屎。笑死了。笑死了。因为高高以前就不是这个叫什么来着，总是容易屁股沾屎。那是他小时候。对啊，就小时候他总是容易屁股沾屎。他长大了，他知道不应该屁股毛沾到了。他不是说你是闻屁股人。什么东西啊，我就想看看他屁股有没有沾屎，因为他小时候屁股容易沾屎而已。应该没有沾到。他控制不了呀。对啊，因为猫猫他控制不了自己的。他也没有办法用手指。但是我现在刚刚闻完了之后，我总觉得房间里就是散发着一股他的屎味。他可能是真的拉屎。还是厕所臭啊？你闻到了吗？他如果拉屎了，肯定会有他的。那你闻到了吗？我去铲了，我没有闻到哎。我去铲一下。高高自闭了，孩子自闭了，上厕所了。他能听懂吗？是吧？不是我心理作用，是高高真的上厕所了。张姨都晕了。是不是很臭？门关起来，厕所门关起来。化学炸弹，生化武器，太可怕了。他还在那里很无辜的看着你，摇摇他的尾巴。你一个漂亮的小
猫咪怎么会这样？喂，喂喂喂，你怎么会这么臭啊？喂喂喂，吃太好了吧？我刚吃了一个罐头。哇，怪不得这么丑。喂喂喂，你这么丑。高高他大小眼好严重啊。啊？怎么会这样？喂喂喂。把妈妈的眼睛都熏到了。没有啊，高高就是不。对啊，高高就是不。对啊，好久没吃。但是他刚那个这个真的很痛，那个味儿简直要了命了。谢谢你的五个星空啊，注意。我可能就是很久没有给他铲屎了，我不清楚他的这个屎威力了，我还是小看了一些。谢谢你的这个你们吧。高高的手好大一只啊。对啊，我的舅舅就很大。嗯，谢谢你的星空耳锥，谢谢你的喜鹊衔枝。什么叫今天营业好奇怪，哪天营业不奇怪？哦，勤快。谢谢你的梳子，谢谢你的星空耳锥。啊，高高居然有汗脚。没有，你要不玩了。不了吧，我还没缓过来，让我缓缓好不好？其实我现在头都有点晕的。没有这么大冲击力吧？真的很大冲击，你不懂。确实，我刚刚给他铲的时候，我也很大的冲击力。就是那一瞬间，你懂吧？撩开它的尾巴，这正好那一瞬间我在吸气，就是那一瞬间。嗯，养猫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要给它铲屎的心理准备，而且它可能都会粑粑粘到毛毛上，你这个你用湿巾给它擦的时候，就是散发气味的时候。小强呀。我现在感觉我整个人都被环绕。可是乌猫猫很丑哎，反正也不能说人家很丑啊，我的审美是欣赏不来乌猫猫的。乌猫猫，它拉屎不臭吗？拉屎也臭啊。那为什么要养？他说母猫猫屎不会粘到屁股上。会的吧，不知道。对啊，我们爸我们没有放假，因为他没有，而且也回不了家，我又回不了江苏。短毛猫也会啊，扑通也老是把粑粑粘到他的屁股上。好吧，我有一个包，他很喜欢趴在上面睡觉。有一天我把它拿起来的时候说，这个包怎么有一股怪味。他的爸爸吗？然后一看，我的天哪，我的包上都是粘着他的爸爸，救命！扑通也会吗？会。最喜欢那个盒子吗？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盒子，是我的包放在地上，他都睡在我的包上。哦，谢谢日友送的飞书纯情。扔了呀。哦。当然不会再用了，就算洗干净了，我总是会觉得它上面有屎，懂吧？就是这种心理作用。很久没有出现了，夏天过了又回来了，懂吧？对，乌猫猫不漂亮是真的，我就欣赏不来乌猫猫。很难受，而且乌猫猫它的皮肤还会出油脂，它会长那个黑头。就像你一样，如果你一星期不洗澡，你也会长老坑。对啊，很多脏。就乌猫猫就我欣赏不来乌猫猫。对啊，乌猫猫会长黑头，它也会长闭口。就是它的，因为它没有毛嘛，它会分泌油脂。哒哒哒哒，刚接洗啦，洗澡了。所以欣赏不来乌猫猫。
明天就给他带去做一件大事，嘿嘿。嘿嘿嘿，豆豆也要去做大事。豆豆几号呀？豆豆再过两天吧，再让他快乐两天。他今天刚也刚洗完澡。谢谢你的星空啊，注意。因为我们对面开了家很近的那个。不用预约啊，因为小城市又不是大的宠物医院，都是就是那种宠物，就是家附近的宠物。想要不给他买个耻辱冒泡是要买的，你先买好了再带他去绝育啊。没买好啊。你可以在医院买，不过医院的都很丑。没关系啊，就是用一下嘛。对，那你就在医院买。哎，我好像有一个之前我但是他长大了面包头套，但是他现在长大了你要看他的脖子戴得上戴不上。谢谢你的香水冒泡，他是德文就是和无毛猫，就是它是那种，最后不得就有那么一点小卷毛，但是就一点点毛。吃了一个罐头了。和无毛猫很像，就是有点小卷毛而已。雪糕要继续，朋友们，雪糕明天就不是一个男孩子。他是一个对女孩子啦，女明星啦。冒泡也掉毛啊，而且他冒泡，因为他就是，因为他是黑色的嘛。印象我真的有买它会它会染色砸死了，它会把白色的床单就是它只要在上面待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就会变成黑色。对，它掉色。其实我打包了，也许吧，那明天再重新给他买一个。对，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也会分泌油脂，然后它的油脂，反正就是它掉色。那个时候是它小的时候买的，可能现在它已经戴不上了，而且对它来说这一圈已经对它毫无阻碍作用。不知道哎，咱们跟他说握手嘛。但是说实话，德文好像无毛猫和德文这种品种的猫，他们都很聪明。他们是猫里的狗狗。谢谢你的喜鹊闲置。哎，我来充会电。谢谢你的喜鹊闲置。小空间养猫是真的很不方便。为什么这样外面有？蝉叫。蝉鸣。因为刚下完雨。空气很好，好清新的感觉呀、夏日的蝉鸣。对啊，所以冒泡他听得懂，我不喜欢他，他知道我嫌弃他。买个蝴蝶结的。因为他聪明啊，因为他是聪明的猫猫。好啊，希望医院里有卖呀、但是，雪糕和今天和扑通他们就不够聪明。啊，为什么？因为品种问题。布偶不聪明吗？布偶不聪明啊。聪明啊。布偶不聪明的。聪明，他会抓老鼠。他会抓老鼠。有一天，栗子突然给我发了一张图片，说，对，非常骄傲的跟我说，你看，高高他抓住老鼠啦。然后我以为是假玩具老鼠，没想到这个图片一看是真的老鼠，然后我就会讶异，怎么栗子家里会有老鼠？怎么？对，我今天回去，我妈跟我说更讶异的事情嘛。就是她说，哈哈，原来我们家有一窝老鼠哎。天哪！救命啊！老鼠哎。有一窝老鼠，你妈妈她这个。他养的宠物了，是吗？家里养宠物，救命！而且我家住五楼啊，对，而且我问栗子你家在几楼，他说我家住五楼，我说、五楼怎么会有老鼠？这成居然在我家安家了，太可怕了！我说的是讶异，是惊讶的讶。谢谢年年的浩瀚星海。老鼠一家，老鼠一家，对，儿子被杀掉了。被高高杀掉了，所以高高亲手把杀死的吗？不知道，我妈说
下来的时候已经看到这只老鼠半死不活的蔫着在蔫那高高一定跟他进行了这个一番搏斗，不是捉迷藏游戏，就是放他跑一会儿然后再捉住他，放他跑一会儿再捉住他。哦，对，猫一般都会这么玩。对，高高真牛，他居然抓了一只活的老鼠，牛啊！最牛的是，我觉得高高抓老鼠不是最牛的，最牛的是栗子家有老鼠，这个比较让我，比较让我，比较让我觉得真的。我也很惊讶，我过年，说实话，这个老鼠从我过年回家到现在，它已经养了大半年了。你怎么知道？因为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下来的时候，有听到老鼠，就是那种在那里动的声音。那你妈妈都不把它抓走吗？他说他用了一些方法，但是他没有驱赶出去。我怀疑他留有情面，我怀疑他在养他们。不至于吧？真的很无语。救命！已经在栗子妈妈家安窝了。那以后可以给老鼠取名字了，雪糕、冰棒、旺碎碎冰，这都是一家的。拆散了，他们家的小儿子已经被打死了。都是一家的，那其他的那一窝都解决了吗？我不知道哎。把高高送回去吧，把那一窝老鼠解决了再直接回来怎么样？但我妈说她今天又看，就是看到那窝老鼠，就是雪糕要去抓它嘛，但是没抓住。雪糕没抓住。对，因为老鼠跑太快了。雪糕水平还是不太行。太胖了它。偷偷养鼠，惊艳所有人。真的是惊艳到了。真的，我回去也蛮震撼的。雪糕抓到老鼠，说实话，真的没有。栗子家有老鼠这件事情让人觉得惊艳。原来你的重点是在这儿。对。哇，我都在想，我很自豪哎！我真的把这件事很自豪的告诉你。那我也是很，我知道也是我也是很惊讶，我感受到了。你要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虽然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一样的效果。还有效果达到就可以了。对。有被惊讶到就可以。豆豆就不行吧？你看豆豆就。那是因为我家没有老鼠。因为一般我觉得在五楼，在五楼应该家里不会有老鼠吧？他跳过了一二三四楼，就在五楼到你家去了。不知道呀，为什么会在我家有一个？西瓜大福的秋天奶茶，你今天对、啊、喝了秋天奶茶吗？猫抓到老鼠就应该先会玩弄它一会儿，玩弄过了之后才会真正的把它杀死。秋天到了。哦。没有，它放了已经，我把刚放进。我们这个特效不会一直都有，这个总选朱莉这个特效，要有到什么时候啊？对，你从此以后就不能偷偷窥屏了。嗯。你们这些有特效的人，从此以后就不能偷偷窥屏。嗯、但我今天才看了一个，就是。还有会员的也不能偷偷窥屏了。奶茶。奶茶更高。没电了。什么？不是那个时候，就是进来，啊，会员的可以关掉。天哪。哦、跟我爸一个毛病哎。因为会员进来不是都会有提示嘛，谁谁谁进，就是这边会有一排提示，这里，哎对，你看什么什么进入了房间。这个跟我爸一个毛病哎，我爸也有这个毛病，因为他就是可能喝会员还可以关掉。大了现在就有那个脂肪肝啥的，什么血压高也是。你几岁啊？想问问你多大年纪？和我一样。天哪，路，那我劝你从现在开始关掉以后就可以偷偷窥屏了，吃一些比较油腻的东西，稍微少吃点油腻的东西。谢谢你的星空耳坠。谢谢20元棒。我又没有戒糖，糖分高，水而已，糖分高也没什么。你喝的这个也很高。对。就糖分很高。
但是这个。它比可乐成本高。真的假的？嗯，它是最高的。对，戒油腻的东西，他就是我爸，就是一直在外面吃饭呐、啊，然后又喝酒、啊、以后少喝，不过味全真的很好喝，很喜欢喝这个。趁着年轻，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晚上好。你不要说的那么假。养乐多糖分也很高吗？感觉命不由己似的。好吧。嗯。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一个男的因为叹气叹太多中毒了。啊？因为他一直在叹气。叹气叹多了，为什么会中毒啊？二氧化碳中毒。啊？他得在多少叹了多少气才能二氧化碳中毒啊？对。嗯，这新闻感觉好像洋葱新闻啊。但是是真的，微博都上热搜了，好吧？啊！我在想，这是怎么要叹气才能叹到自己二氧化碳中毒？以后大家叹气就、啊、就糖要少放一点，一个三分糖。它上面写的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它上面是这么写的。生活这么苦，死于叹气也很幸运啊。跟这种死的应该不明不白。不知道哎，它上面是写这么写的耶。不明不白的。我今天回来看的时候还觉得，嗯，给我看懵了。喜茶最近我都没喝，喜茶我还停留在那个，停留在那个叫什么葡萄。那个好喝，黄桃油柑，杨桃油柑，特别好喝。没喝喜茶了，喝过茶的意思，很好喝，但是我们上海这边买不到，只能买一些。替代品，一些代餐。但是我觉得茶颜色是真的很好，很好喝。嗯。但是也不至于，就是有很多人他们都跨城去喝一杯茶颜色。就是它有点像当地的地标型的那种饮品。但是就是不至于坐个高铁去买一杯，然后再坐高铁回来吧。不会有人这样干吧？真的有好多人这样干。厉害吧？我不理解，但我大为震撼。我的表示自己喝过，没有必要吧。真的看到有好多那种，就特地去买一杯，然后再坐高铁回来。坐高铁过去。那找到你脂肪肝的原因了。是挺好喝的，很清爽。找到你三高的原因了。拿近一点，不然看不清楚。就挺不一样的，就是它的那个奶茶就是。对啊，喜茶已经算是奶茶里的爱马仕了吧？那其他更贵的我没有喝过，我觉得喜茶已经很贵。茶的代餐，感觉现在大家都有点学，就那种茶底和那个奶油很像。我喝过最贵的奶茶就是喜茶。谢谢你的好汉心海。虽然很爽歪歪，但是也不禁的担忧起你的这个身体啊，喝太多是真的不太行。换一个瓜皮脸的齐刘海。我觉得星巴克都没有喜茶过呀，喜茶居然还有三十多的，星巴克有吗？差不多三四十块钱。没有啊，星巴克一杯十几，那个美式一杯只要十几块钱。你只喝美式吧，我喝的都是其他的，拿铁也要三十多块钱。这么贵？好吧，是我没有喝过星巴克贵的。因为一般在星巴克点都点美式。可是长沙遍地都是茶颜悦色呀，我去过长沙，长沙遍地都是茶颜悦色。谢谢你的奶茶。香草冻奶拿铁，二十五啊？为什么我总记得我点的是18，18一杯啊，美式。美式没那么便宜吧？有。美式。杯大小不一样吗？中杯是18吗？那可能是你买的是中杯吧。
不啊，星巴克呀、啊，长沙挺好吃的。什么程度上的旅游才算好玩呢？谢谢你的奶茶，因为我觉得去哪里都没有很好玩。美食成本几乎为零。是这样算的，如果去旅游的话。有一点成本。对啊，旅游的话就是你很好吃的话，你就可以排 number one。如果你只是不好吃，但是景色还不错，风景很好的话，而且可以吃到什么，就是那种。快餐啊，就麦当劳、肯德基的话，你就可以排第二。但是你不好吃，又吃不到麦当劳、肯德基，只有景色好看，那就排第三。最差的就是景色也一般，又不好吃，又没有快餐，这就是最差的。对啊，主要还是去吃。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们，就是去旅游，主要的是为了去景区爬山拍照。对，强制一天打12个小时，你不打到那个王者83颗星，你不许睡觉。坎昆是哪里？对，游客照。不，我觉得这样就很累啊。墨西哥，你去过耶？每天都玩的话，我就觉得累了。不，我就想起来小时候被爸爸妈妈带出去旅游，被这种景区拍照支配的恐惧，而且你还是要和，就是不止你们一家，你是和你的姨父一家，两三家的亲戚一起去，对，像旅游团一样拍照，还要两三家一起拍。真的是，对对对，原来每个人的家里都一样。而且大家都要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如果你走不动了，他们还会对比。谁啊？是谁呀？跑出去了，雪哥。不是吧？报进来了。我那个大雨。在直播。别把他。赶出去哦！哦，你帮我晾一下衣服。你想得美。不是我的衣服，亲吻的。那他想得美。我是亲吻的妈妈。我突然想到了，他借我的这洗衣机洗完了以后，他跟我说：“我出门了，帮我晾一下。”哇。露露哥，去帮他晾一下吧。露露哥就是来了，不如就是干点事儿吧。对，露露哥帮亲我晾一下。来都来了，对吧？对。来都来了。来都来了，去吧。对啊。我突然想到，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进门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因为我想到也许是小青回来了。没有人给他晾，就放那，让他自己回来晾吧。好吧，让他自己晾吧。没有人会给他没亮，他在这站着呢。露露哥，露露哥没腿，掐着他的腰。露露哥有一天就是在床上练那个什么动作，那个敲腿。敲腿，然后我看他的背影，就看他那个腿，我就很想给他取名叫黑珍珠。给露露哥取了个名字。就是那种。习惯就是很多人就是杀起来上瘾，他倒喜欢吧，他真的是那种就是，嘘，既有人对于咱们非洲朋友的一种赞誉，我不想，就有时候看你跟韩教授在一起，就是我真的不想再听到，非洲朋友有点夸张了，说实话。搞一点就好了，拿回去吧。把今天的猫粮拿过来了。对，我妈妈没到，然后搞一些。不，非洲有点夸张了，我觉得应该是那种。我知道，非洲人跟黄种人的结合，混血儿的那种。不是，有那种。东南亚。
对，东南亚，对，那种东南亚的那种肤色，不过很让人觉得很向往了，很健康的感觉。感觉露露哥是在那种海滩上。就泰国人那种肤色。露露哥在海滩晒了一个月，晒出来的健康肤色。嗯嗯，对。和苏珊珊的花。对，他们也在问到底跟苏珊珊的花。我觉得还是苏珊珊吧，更胜一筹。真的吗？因为露露哥他黄，苏珊珊他，露露哥是黑偏黄，苏珊珊是黑，完全是黑。好过分，好过分。下次来注意一下吧，就仔细的观察一番。但是我觉得苏珊珊很了不起。因为一般他们说一白遮三丑，就是一般就是白的就是懂吧，但是他那么黑还能那么好看，好过分。没有，我说他很好看啊，对吧？我在夸他，接下来发给苏珊珊。我在夸他，对吧？那一般对他的评价真的是在夸。我说他好看难道不是吗？前提是这么黑，对，黑里翘，对，就是一时之间分不清他到底在夸的还是在贬的。没有，真的是在夸的。说明他白了之后会更好看，因为他现在黑都那么好看，他白了之后会，别招呼了，别招呼了，会更好看。算了，虽然说你礼貌嘛。就是很娇俏嘛，对吧？算了，谢谢你的檀木叔。圆回来了呀，我觉得夸他好看呀，真的是。好的呢。倒也没有在说大家如果皮肤黑的话就不好看了的意思哦。但我觉得亚洲女性的审美都还是以白为美哦。那倒也不是，主要是以漂亮为美，漂亮的怎么不管你黑还是白都漂亮。我觉得还是以白为美，因为亚洲女性的审美还是以白为美。不啊，可是我觉得有很多。那不然露露哥为什么现在开始吃美白丸了？你不要把我们露露哥什么小秘密都告诉所有人好不好？你太过分了是不是张姨？露露哥的啊，完了，露露哥的秘密被我暴露出去。没有啦，只是一些就是平时吃的那种健康素，真的是健康素，维生素 C。你找补不回来了，你完蛋了！告状金们赶紧去告状，张姨说露露哥吃美白丸。这是维生素 C 啦，就是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 ，A B C D 都有的，没有用，朋友们真的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我吃过，就是那段时间很火的那段时间。我知道 Pola 对吧？对 Pola 我吃过，没有用，真没有用。这种东西都是智商税了。而且很贵，那个时候买了两袋。真的很贵。然后吃了大概一两个月吧，我就没有觉得有什么用哎。就是这个肤色，就是还是天生的。我是那种属于黄皮的那种。就是拉拉黄，也不能说是黑，它只是黄罢了。我没有吃过，但是结果呢，我看别人他们吃过。拉拉黄怎么了？就是形容。好烦啊，我的牙，看着好难受。形容。还好吧，我也没有很白，周香才是我见过最白的人，他是真的白，就是白的发光的那种。你羡慕那种白白人？人家脸白，但是周香更白。真的吗？我觉得韩江已经你没见过周香，韩江的就普通吧。太普通，我觉得很白了。但是青文也很白啊，青文跟韩江的差不多一样白，但是周香，我的天呐，她特别白，你知道吗？天呐，我不白吗？我也不是不白，我就是黄，我是黄皮，就是他们有冷白皮的那种。青文也很白。我是黄白，我是黄一白。我还好，我没有啦，我还是肤色偏黄一点的。百子也是白的，但是它是黄的白。对。就是有分色调的，有冷白跟黄白。周香是。你的知识盲区了吧？真的白。
叫充气床垫。什么充气床垫？他说那个董宇轩排练的席梦思。哦。翁翁演白，对，翁翁也超级白。翁翁真的没有印象哎。白的，他白的，他超白。嗯，下次你去看看周湘，我的天呐，就是真的像个。为什么有这么多白人啊？像个汤圆。这个形容词很好。用白的像个汤圆。对。嗯，我觉得。白的人就看起来很亮。睡吧。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不一样的。肤色可以改变啊，身高才是不能改变的，好吧？肤色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身高你长大了之后，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是完全改不了的。但是。叫什么来着的，你这个万一没穿鞋呢，对吧？你又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垫着增高鞋垫，这样走路很累耶。你在内涵我们很多小偶像。但是肤色是我们很多小偶像都是垫增高鞋垫的。但是肤色是真的可以改变的，友们。叫什么来着，你就是去美白的话，你就是注意防晒，然后注意平时吃的这些就是东西，就比如说胡萝卜吃，吃胡萝卜就会变黑，你们知道吗？我不是因为吃胡萝卜变黑才不喜欢吃胡萝卜，是因为我本来就不爱吃胡萝卜，但是吃胡萝卜会变黑。高的了。嗯。因为我想了想，没有了，周伦伟比较高啊。谁说吃胡萝卜变聪明？你们可以去搜搜，我上次看的是怎么来着的，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是怎么说来着的。倩文其实差不多吧，也一米六。那是因为兔子的毛是白的，好吧？对，以前是小金嘴巴。那以前说吃鱼眼睛会变聪明哎，你们吃过鱼眼睛吗？怎么刚说完就被拆穿了？吃胡萝卜变黑是不科学的。哼，那到底是谁在传谣？小金是又高又瘦。不是我传的呀，好吧，我是看别人传谣的。我是先听了别人传谣才在这里传谣的，好吧？现在辟谣一下，吃胡萝卜不会变黑，但是胡萝卜难吃。不过我眼睛已经很好了，不用吃胡萝卜。刘杰跟我差不多高，我们队下最高的就只有赵佳蕊了。嗯，超过1.7米的我们队现在只有赵佳蕊一个人，其他的都是1.67米。啊，我也想长高高。露露哥他没有1.7米，露露哥他只有1.68米吧。露露哥是1.68米，青云文也没有1.7米，青云文1.67米，青云文跟我差不多高。对。谁有1.7米？只有赵佳蕊有1.7米。什么叫露露哥可以再长的？露露哥这个年纪也不可以再长了吧？谢谢你的喜鹊先知，我没有1.7米啊，我1.67米。对，露露哥看上去跟我差不多高，但是看露露哥的脸的话，就会觉得露露哥他只有1.6米。以前我一直以为露露哥很矮，没想到露露哥这么高。别说了，我已经觉得他后肯定只有1.6米，都觉得不超过1.6米。对吧？真的有些人看起来就是很矮，有人看起来就很娇小，你知道吗？很可爱娇小的那种。因为可以穿增高鞋垫啊。对啊，他们说看着我的脸就会觉得我没有很高，但是其实我挺高的，
因为以前嘉兴路的控台姐姐一直没有想到我会我的个子会这么高，他们觉得我只有一米六。比例问题不是。哈？他们说我的脸看起来很矮，你说我脸看起来一米七。嗯。不过现在的话，应该现在我已经就是叫什么来着，换了一种妆容，应该看起来是会很高吧。以前看起来可能会可爱一点。对啊，因为张怀瑾他的那个脸看起来就感觉他很高。什么？怀瑾看起来很高？他的脸，你没觉得只看他脸的话就会觉得他很高吗？因为他很成熟，他是以那种很成熟的脸。有。果然是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我沉默。没有吗？我以前才去北京的时候，我就觉得张怀瑾应该很高。去北京之前，觉得张怀瑾应该很高。那倒也没有吧，一米七五也没有吧。对，就是。对吧？没想到会。结果还用说吗？哪里是甜妹脸啊，张怀瑾明明是姐姐脸好吧，她的脸就长得很姐姐，难道不是吗？你觉得呢，栗子？啊，栗子就是甜妹脸。我不是。你是。只是。我不是。你是。我是大姐姐脸。你是小妹妹脸。我马上就改变我的妆容。你改变妆容也没有用。有用的，我可以给自己画的很成熟。那你也是小妹妹脸。嗯。守护天使游戏好玩吗？我觉得守护天使游戏没有很好玩。老师脸是什么？老师脸是。我们以前玩过守护天使，在北京的时候玩过。我感觉每个对象都在玩守护天使，YYY。云公演的时候玩过守护天使，当时我就觉得这游戏又长又臭又无聊。居然有人说好玩，对不起。没有扎他。你不是，你这diss了很多队啊，别的队都在玩呢。没有别的队都在玩吧？好几个队都在玩。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当时玩的不好玩吧。那为什么你们这么不好玩？你怎么知道你们队玩的不好玩？就我们。不是我们队玩的不好玩，是我们当时留守在北八的所有人都在玩，几十个人都在守，都在互相玩。但这样子的话，万一。我觉得可能。他不能花钱吗？我还得给他准备礼物。对啊，你还要给他买礼物，还要偷偷给他什么什么，但是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东西，而且你也完全猜不出来谁守护谁，谁守护谁，我守护谁我都不记得了，我当时守护的是谁啊？最近大家相互了解。不是，是刘老刘他守护的我啊，我守护的是小爱。对，我完全不记得了，友友们，你们可以想象到这个游戏在我的这个记忆里是多么的，就是无足轻重。对，人很多，而且又完全不熟，而且完全没有发经费，发经费了吗？好像一个人发了30块钱的经费吧。30块钱能买什么？30块钱现在连个冰棍都买不到。但是你要给他买很多礼物。啊。谢谢你的应援棒。那不行，那不行，不花这个钱。因为他说守护天使，其实你守护他，你就是要给他买礼物。不能在他有帮助的时候帮助他吗？比如说外面下大雨了，我给他送一把伞。你怎么着？但是你给他送了一把伞，你就暴露了呀。哦，对，那我把伞放在他旁边，我悄悄溜走。嗯，这个做法确实也可以，但是你要去买一把伞，你总不能送你自己的伞，那你就暴露了。还不能暴露自己，好难啊。对啊，你，我当时买的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我当时给我守护的人买的什么完全不记得。那别人有给你买东西吗？有，我当时是刘淑贤守护的我。给你买了啥呀？给我买了一个徽章，盲盒的徽章。啊。对。其他就好像也没啥了。啊，我给他买小公主玩偶。啊，
完了，什么玩偶？长什么样子啊？我不会玩这个游戏。我怎么对这个玩偶一点印象都没有啊？友友们，是什么样子的玩偶啊？救命啊！什么别人给送的东西忘了？不是，是我给别人送的东西，完全忘记了。难道不是应该心疼我吗？是我花钱买的玩偶，但是我花了钱，但是我对这个玩偶一点印象都没有了，难道不是应该心疼我这个玩偶吗？就是发现你是一个没有心的人。啊，这也不算吧。你忘记了。对。你没有感情。人家还了我一杯奶茶，哇塞，你们记得好清楚啊！你们看，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很那啥。很就是对，就是不感兴趣，对守护者守护游戏很不感兴趣。但是一开始他们一开始一堆玩的时候会觉得这游戏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对你们，我还看了小新的分析，没有觉得温暖。想想也就是省吃俭用一个月，就是不吃不喝一个月，给你送一个东西啊，那也太为难人啦。不知道。对，我当时看了小新的分析，还觉得怪有意思的，感觉在玩狼人杀一样。对呀，我还刚刚要养呢。我现在昨天出门的时候又遇到水水。没逃得了，因为是迎面相遇，救命啊！然后我又无痛当妈了。谢谢可可的奶茶，谢谢 KK 的奶茶。是你儿子。他是，哎，这说来话长，但是我已经不想再说一遍。守护门槛过高了，对，我不配玩这个游戏。对，门槛过高，因为要花钱。我知道，就是那个某一颗星星属于你那个，对吧？他是00后啊。骗了，这真不错。啊？这么便宜吗？只要400，我可以拥有一颗星星。什么星星啊？那种星星证书，天下的某颗星星属于你。哦。这样就哇，听起来你厉害哎！你看那颗星是我的星。我们勾兑以前玩过狼人杀游戏，就是猜，就是做任务，然后你要猜。那个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因为那个时候盘的狼全盘对了。那个时候我们对那几头狼全盘对了，对，因为狼要做任务。我很早，哎，我很早就出局了吗？完全不记得了呀，我很早就出局了吗？哈，果然不管是怎么狼人杀，不管是这种游戏狼人杀，还是那种局上的狼人杀，我永远是很早出局的，是吧？对，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出局的，我只记得最后一天晚上张婉婷给我们送了很多巧克力。对，强者的烦恼。哎，怪我太聪明。为什么？太可怕了。我好惨，我总是很早被弄死。对，因为他们狼面很大，但是有很多笨蛋，他们就死不觉得有问题，所以没有办法，你就只能跟他贴脸。你跟他贴脸，他都不相信你，好吧？你跟他贴脸，他都不相信你。别人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别人说我不是狼，那他就是没有在骗我。难道还有人发言会说我是狼？我就是狼，我就是坏蛋，对吧？那肯定，
作为狼人的发言，第一句发言就是我不是狼，对吧？怎么能因为我说，我怎么能因为别人说我不是狼就那个嘞？看到我后面的酒了，后面是栗子的酒。啾啾升得很高，总不能因为别人说我不是狼，你就说他说他不是狼，他就不是狼。他应该看不了高高，因为他如果做了什么会受伤的。哭了，救命！哎，躺住。拒绝狼人杀，拒绝狼人杀手刀。他会要麻醉。磕了什么？什么磕了？没看到，我头是抬得很快。不过我现在真的很像杨过，是的，瞬间弹起，昂着倒也不疼，就是有点酸而已。因为公猫会比母猫好很多的，公猫很简单，母猫的话它可能还要开刀这样。对，小母猫要开刀，他们绝育要做手术，公猫只要下刀就行。对，下一刀，下两刀吧。杨过也没有，有吗？杨过很帅吗？你们好残忍啊！嗯，看不了啊，他要进手术室的。对啊。在你面前能做手术吗？怎么可能？心疼的程度。高高嘞？高高现在还不知道这一切。快乐糖糖，现在是快乐糖糖，明天就是痛苦糖糖。高高在哪？高斯。哎。哎，他真的好懒啊。他咋会知道？哎呦！你看，它像一只在躺尸的猫，人生没有了任何理想。哎呀，看到了我的啾啾。高高，好惬意啊！高高，50我就关了，最后两分钟给大家看看大小眼帅哥。哎呦！高高高高高高高，完全不为所动，完全不为所动啊！对，尾巴很不屑的在那里摇摆。他在挑衅我。高高看起来就是属于那种一个地方躺着就一天不会动的那种。是吧，高高？你在挑衅我，抓住你的尾巴，你在摇，没有任何反应，怎么会这样啊，高高？你也太懒了吧？怎么抓住尾巴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小高，真的是懒得动啊。我屌，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友友们。你让他有啥反应？我摁住他的尾巴，他挣扎都不带挣扎一下的。我要是把手松下来，他的尾巴就继续咬。摁住了他就不动，松开他就继续咬。好好笑啊，高高。好懒，你真的好懒，你全身上下只有尾巴可以动是吧？好了，高高跟大家说再见。来，高高跟大家说再见，说拜拜。看了一眼，好，又看了一眼，晚安，拜拜，波波亲一口，嗯哇，嗯哇，嗯哇，哎，晃晃转翻了个身。背对着。
拜拜，晚安。关了，下了。最后我来给大家说吧，拜拜。关了关了，晚安。